大家好，我是杜德阳空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东风锦城前四后八随车料。东风锦城 V6P 豪华驾驶，多功能方向盘，定速巡航，气囊座椅，六点调节，中控液晶大屏，中控门锁，一键升窗，原厂空调，预柴300马力摩六发动机，法斯特12档变速箱，双前桥7.5吨，双后桥16吨，1200钢丝轮胎，全通3层大梁，铝合金油箱，上装杜德 S-Core 480ZB6 吊机，工作半径16.2米，双极支腿跨距7.8米，全身臂水平标载1.8吨，油门踏板，集成开关，温控散热器，单枪副驾后支腿一应俱全，货箱内空尺寸8米，前站板槽钢结构，4开门3毫米工程编版，连接件蝴蝶板加厚5毫米花纹底板，28根横梁，工具箱配备齐全。感谢各位钓友关注杜德抖音官方账号，空哥带你了解更多杜德好车。